原标题金喜擅长薛礼，穿黑丝袜真俗气，羽毛西装太不伦不类，全靠颜值硬撑。2005年的一部电影《神话》让金喜善火遍了大江南北，而且他与成龙演唱的主题曲也一并走红。金喜善从那时候开始打开了中国的市场，他就像自己的名字一样，是一个传统的韩国女星。他善良可爱，温柔大方，又让人觉得和蔼可亲，所以到哪里他都能讨大家喜欢。这几年金喜善似乎在大家的视野中消失了，那是因为他回韩国发展了。这几年金喜善的作品倒是不少，而且也是获奖颇多。如果你是一个忠实的韩剧粉丝的话，你肯定会在热播的韩剧中看到金喜善的身影。金喜善是一个顾家的人，在最美的年纪组建了家庭，而且还生儿育女了。近日金喜善现身活动，这一次的装扮其实有些失误的。金喜善长靴里穿黑丝袜真俗气，羽毛西装太不伦不类，全靠颜值硬撑。金喜善留着一头黄色的长发，而且还是中分的发型，很有女神范。41岁的他也是到了该有范的时候了。虽说41岁了，但是金喜善的皮肤也真是太好了，脸上一点点的皱纹都没有。他有一双柳叶眉，眼睛不是很大，但是超有神，嘴巴也不算大，但是笑起来很有自信。他还有一个尖尖的下巴，很符合中国粉丝的审美观啊。而且他的皮肤白皙，这倒是怎么保养的呢？现身活动总该要穿的正式些，他上身穿了一件西装，看起来比较正式啊，但是袖子上的羽毛实在是太过凌乱了，五颜六色的显得倒是不庄重了，所以才会让人觉得不伦不类啊。他里面也没有穿白衬衫，但是穿了件花枯哨的裙子，这裙子的裙摆也不算短，看起来倒是很得体。金喜善下身穿着黑色的过膝的靴子，是为了展示好腿型吗？但是里面却穿上了黑色的丝袜，实在是让人看不懂的。现在的黑色丝袜已经过时了。